政府推动西南向政策以来，无论贸易额、投资额以及来台人数都有稳定成长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以五大旗舰计划及三大潜力领域，促进医疗卫生、区域农业、智慧机械、绿能科技等创新产业合作，开创互利共赢的新合作模式，也为台湾的未来带来希望。